美好的景象我们要来看到是冷气团现在持续的发威，但是我们就看到玉山今天下雪了，呢平地呢温度仍然是偏低的，宜兰、嘉义跟台南啊清晨低温只有12度。同样受到这波冷气团影响，玉山在今天清晨4点左右下雪了。根据玉山气象站监测，下雪的时候气温只有0.1度，积雪达到了1公分。而这波冷空气影响的时间将会持续到礼拜六，所以呢各地都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的发生几率，提醒民众要多加保暖。